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月10号星期二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民进党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选战吞下了3连败。当绿营想要止血、想要爬起来的时候，是谁在扯后腿？民进党立委高嘉瑜，他拿一个错的论点来批超真，还有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王世坚，他高分被呛下，他是这样说，他说如果行政院长苏贞昌前一天下台的话，那昨天吴怡农就会当选了，而且呢他还继续呛哦，他呛林智坚草包。绿营的新竹市议员呢就不满林智坚被这样的抹黑，他们呼吁党中央要开除王世坚。在今天下午我们看到王世坚他道歉了，但是他是怎么道歉的？他说他愿意为了引用新竹市政府给的错误数字，向侧翼网军1450以外的社会大众来致歉。哎，那不是道歉吗？那你怎么不是跟林智坚来道歉呢？批评他的是不是都变成了所谓的侧翼网军1450了？另外我们看桃园人真的滚起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桃园的石门水库现在应该是满水位，但是呢，南桃园是因为三坑抽水站它的原水导水管线爆裂，所以造成了大停水将近3天的时间。张善政他身为市长有什么样的作为，还是说只会把责任推给中央呢？许多的市民纷纷的就涌入了张善政的脸书来开骂，结果竟然传出来说来这个写东写西的，有人被封锁，有人被删文，没逼搞没凶害。其实现在的桃园市民遇到这件事情之后，超级超级干嘛？超级超级想念郑文灿。好，今天我们开始更多讨论之前，先来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作家苦苓。各位好，大家好。好，接着欢迎台湾智库策略长王义川。大家好。他欢迎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好，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各位好，大家晚安。接着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各位好，大家好。还有网络评论家温朗东。各位好，大家好。稍后我们会谈一些国际军情的部分，会邀请到的是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会加入讨论，还有呢，我们会连线到桃园市的平镇区平南里的里长江佩莹，我们想要来了解的是桃园停水，那市民的心声是什么？这个市长的作为究竟及不及格？好，今天呢，我们要先从造成青痛仇快的高嘉瑜跟王世坚来开始谈起。高嘉瑜道歉了，王世坚也道歉了，但是他们是真心为了民进党好，还是只为了成就他们个人？我们一起来看。好，王世坚呢，他有时候会有一个时间就是媒体记者可以去问他，然后他几乎是里面猛三名给你问到饱。但是他在讲这个部分我先请教义川哥，他讲说民进党现在的状况叫做鞋子穿错脚，或者是鞋子里面有一两颗的石头，鞋带松了这些小细节都可以做好调整。那我们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啊，违反党章啊、党纲啊不要再来霸凌高嘉瑜了。可是他说什么不是什么石头跟鞋子穿错脚的问题他批评行政院长苏贞昌，但我觉得你如果要批评的话，你可以拿一些实据来批评，然后就事论事。他是说苏贞昌如果前天就下台，昨天吴怡农就当选了。然后呢，讲到这里更是夸张他是在讲说，高虹安有提出一个数据怎么12亿的工程款，然后已经给人家11亿7000万的村三千万不好让娘娘公众公诶啦那其实他当下在骂东骂西的时候，记者还有点。不确定说你在骂谁？你说草包，你说谁啊？你是想林智坚是草包吗？他说：“对，我就是指他，就怕哎哦。”那我想请教就是义川哥，今骂哎惊醒然后王世坚他为什么要好像故意造成一个党内的纷扰？啊，伊是想要创啥物？民进党这道选输了，检讨到今应该要加2个月啊！哈，大家拢在期待，拢在寄望。民进党是袂当批评，苏贞昌议长嘛毋是袂当批评哦，大家拢会当批评内阁所有施政，拢会当批评。批评爱教授，依照科学、照事实来讲。我先讲高嘉瑜，高嘉瑜做过台北市议员，伊台大毕业，台大学生会会长，搁台大的硕士，搁做理化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伊毋知影啥物叫做超增。伊用行政怠惰来形容行政院，伊是财政委员会这几年，咱的中央政府因为经济的关系，所以咱加收的税要到1条外。今年
去年加收差不多4000多亿，包括地方政府。高嘉瑜对头到尾，这三四年唔捌讲过任何一条讲税超征的问题。这岛民进党等咧税的时阵，伊就跳出来讲，为什么会超征啊？是因为什么行政怠惰？在电视个讲要两礼拜啊，大家个讲讲，唔是安尼，唔是安尼，唔是安尼。高嘉瑜就硬要讲，就是安尼。伊唔是调岗的，就是故意的。听两种俩，一种叫调岗的，一种叫故意的。他就是故意用这种方式来模糊。伊第一道讲的时候，因为前一天是游淑慧讲的，我个动作伊提，我听到游淑慧声，唔对啊，是高嘉瑜啊。伊两个看感觉谈惨了，中央出网做的哦。即马最近佫跳出一个王世坚，王世坚讲叫大家卖霸凌高嘉瑜。民主政治内底，大家互相讨论，无一定是霸凌。高嘉瑜讲行政院行政怠惰。这不是霸凌吗？高嘉瑜说行政院超征，这不是霸凌吗？王世坚，你讲林志坚草包，这不是霸凌吗？草包这两个字不是霸凌吗？你讲林志坚爱甲捏起来，爱甲收啊，凭什么？凭什么啊？林志坚你的棒球场有问题，司法去解决，司法去解决，唔是你王世坚一句话讲爱甲阿改，王世坚。到今为止，你有讲过高鸿安来压起来无？你有讲过无？王世坚你拢无讲哦。高鸿安的代志哦，你拢无讲哦。今林志坚的代志，高鸿安摕一个唔对的数字，高鸿安乱转，你摕伊的数字都转了。你敢讲林志坚是草包刷？这不是霸凌吗？王世坚，你讲苏金昌一定是袁世凯，这不是霸凌吗？你讲。行政院呵呵啊，比台高闹赛，这不是霸凌吗？你讲的拢言论自由，你讲的拢党内批评，别人讲的拢是霸凌，谁霸凌高嘉瑜？高嘉瑜就是只白目啊，大家当个批评啊。前几天赖清德副总统去到台中，迄现场要到1000人，大家举手的一半以上拢讲高嘉瑜啥伊，大家拢做袂爽的啊。可是民主政治，大家是讨论，无人要甲霸凌。大家讲叫离开，叫离开，看要去民众党，要去国民党，要去对拢无要紧。可是你袂当，你明明知影讲这什么叫超征，你明明知影讲这水库是什么原因，你在讲话里头，我现在公开讲，你在里面夹带了几个重要的关键字，叫做汽机车的关税。你推动这个事情推多久了？汽机车关税。你为了汽机车关税这几个字，然后你把整个超征全部绑在一起讲，你所谓何来？高嘉瑜，你霸凌民进党就为了你的年底的选，明年年初的选举？欸，我知道你很巧啊，因为我们要做民调，做民调如果蓝的白的在这个民调里头通通支持你。即使民进党也无支持你，你在你的港湖，你还是会过关。过关了，明年要投票的时候，民进党在港湖来哦，南港这个所在，诶，支持者更加袂爽，买到你高嘉瑜啊，那是安尼啊，所以你就敢恐啊嘛，这咪勒索吗？这是情绪勒索啊！你为了让南北的支持者在电话民调里头支持你，然后绿营的又不敢跑。因为一跑就去让李彦秀跟黄珊珊动算计，所以你用这种方式在这里博版面，没意思。你家己想想啊，看要安怎，吼，看要安怎，不要让民进党的支持者，大家人讲到高嘉瑜，大家拢生气，大家血压愈来愈悬，你知影无？赖副总统四加四个，每一个场内底唯一拢讲出来关键字，逐场拢讲同款的，就是高嘉瑜啥伊。突然对这礼拜开始要加王世坚，没意思。民主政治，大家可以讨论，这叫言论自由；涉及人身攻击，这就叫做霸凌。哦，大家叫高嘉瑜离开民进党，这种言论自由，我哪买？那叫我王一川离开民进党都没问题。可是你不能用没有事实根据，然后用很卑鄙的形容词，假你一句讲，你讲苏贞昌院长是袁世凯，这句就是霸凌，你要不要道歉？然后你用高鸿安给的错误数字批评林志坚，你要不要道歉？好，来，因为映川哥是把他讲的话有非常多如实的这些东西来做一个呈现。那可是我们看王世坚他有吃到甜汤，
什么甜汤，一选举的时阵，人批我关，对不？哦，他有吃到甜汤。那我觉得高嘉瑜可能也是如法炮制哈，他过去在港湖，民进党没机会，阿姆哥哦，以酸料美败啊，已经嘛就是要如法炮制你的，反正民进党到时候就算含泪含什么，他都会投我，我要扩大我的盘。可是我觉得扩大我的盘也不能够这样子来一个操作了哈。所以苦林大哥，我清搞起来哈，像是这样的一个如意算盘了哈，因为我们其实这个议题哈讨论几天的时间了哈，那战队里面哈要这有一个是。支持吴欣岱哈，还是台湾激进要推出来，可能是港湖立委的人选哈，包括朗东嘛哈，战队哈的成员嘛，包括宇韶老师嘛哈，然后有晃哥哦，有这个林玉慧小芳姐，那包括瑞德哥没有入榜，可是他也是讲的义愤填膺，他是战队的大魔头，所以要独立一张啦哈。所以我请教苦林大哥哦，你刚刚伊那西哈打如意算盘啊，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其实很多人都吵着，这个党员都吵着说应该把高嘉瑜跟王世坚开除，对，除名啊等等。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因为你不需要开除他的党籍嘛，他根本不是民进党的。当年中国大陆怎么丢掉的？当年中国大陆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国民党党员，事实上是什么中共地下党的党员嘛，潜伏在里面的嘛，专门在紧要关头出卖你的嘛，所以这个你不用急着去把他开除，而且国。民进党泱泱大度，你看我们自己这个赖副总统的政见发表会，大家大鸣大放，大开大炮骂谁？有谁被骂吗？有谁说你不可以这样讲吗？没有，所以他们愿意这样讲，就这样讲，没有关系哈。但是重点是你讲的是不是事实？对，你讲什么行政失灵，对不对？你讲什么汽机车关税？我们汽机车关税有超征吗？你神经病！超征的是这个营业税，是正所税，是那个综合所得，你是营利事业所得税，怎么会是这个税呢？所以你完全就是这个在勾道菜，都在胡说八道，自己也知道错了，然后道歉，还吾日三省吾身。高嘉瑜顺便提醒你一下，虽然你有读台大，你不一定有读书哈。你三省吾身叫什么？叫做为人谋而不忠乎？你帮人家做事，你有没有忠心？你帮民进党，民进党提拔你、栽培你，你对民进党有没有忠心？你在民进党最困难的时候，在背后插他一刀、两刀、三刀，什么民进党霸凌你，你才在霸凌民进党啊！你从一失五命啊，什么陈明通下台到什么现在行政失灵，是你在霸凌民进党哎。第二个，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你看现在所有你的同志都在骂你，你跟朋友交，你交了什么了？第三个，传不习乎？你有学乖吗？你没有嘛？你还在继续干这种事吗？你道歉完就去哪里？道歉完就跑去 T 台，跟一群那个男的在那边取暖。哎，你没有错，你这对了就对了，你勇敢，你虽然千万人无往矣，你神经病！我跟你讲，要人身攻击，大家来跟人身攻击，这个在中国叫做绿茶。什么叫绿茶？就是自装模作样，自命清高。好，那台语讲较简单，绿茶一条我给掰。你高嘉瑜就是 gay 掰，我就这样讲你，就是，所以我觉得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说，为你根本有这种同志，你根本不需要敌人嘛。王世坚也是一样啊，你讲什么民进党霸凌高嘉瑜，什么苏贞昌辞职，吴怡蓉就赢了。我跟你讲，王世坚你现在辞职，以后民进党选举都会赢，你要不要辞一下？讲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实在是太可恶了。尤其你在傻傻被人家利用。新竹市政府故意放错消息，高站预算还有3000万没有到，你这傻瓜，你就把它当作说哦，工程款只有3000万没付，已经付了11.7亿哦，林志坚，你这样乱搞，你这违法，你应该抓起来关。你有没有脑筋啊？你一人当那么久是怎么当的？所以这样子的态度是非常的可恶的哦。而且你道歉，道歉就是对所有人道歉，讲错话就讲错话，什么1450就不道歉。1450就人家就该让你欺负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是非常糟糕的。那但是呢，自然恶人自有恶人磨了。我跟你说，听说高嘉瑜这年已经在打包了。哦，真的吗？他知道他立委当不到了。嗯，他党内因为赖清德副总统已经讲，那就将来赖主席，他说以后立委一定党内初选嘛，党内初选你不要以为蓝白的会支持你了。我跟你讲，还有黄珊珊嘞，而且就算你能够取得提名。没有啊，党内初选的话，其实有一些人会灌票，我跟你讲，哈，他到时阵卡电话，先说他的灌绿的，不是没有灌过蓝的，大家来看嘛，对。但是重点在这里，就是说吴欣岱，你看现在吴欣岱，他虽然是吴欣岱，但是大家有心帮哦，这个宇韶也要帮，这个朗中也要帮，瑞德也要帮，东豪也要帮。我跟你讲，这史上最强政助选团，我跟你说，高嘉瑜已经出来了，但听说他这几天在联络高虹安，想去当副市长。
公安不是好朋友吗？嗯，对，那收容都这个失意政客最好的地方啊，对，所以这个柯文哲竟然排人排不进去，高嘉瑜排进去刚刚好嘛，哦，所以我觉得大家哈，哦，不要生气。刚刚我易川兄讲的，我都很怕他高血压，大家不要生气。好，哦，这种人我们不用痛恨他，不用讨厌他，我们只要看不起他就好了。嗯，好，来哦，东豪哥，欸，因为刚刚其实苦林大哥哈，哦，讲的好像真的哈，哦，打包啊什么，这是他的苦事幽默啦，他的苦事幽默。但是我们如果就比较是资深媒体人来看哈，哦，高嘉瑜在未来可能要初选或是什么，他自己捅这个问题啦哈，哦，会遇到的难关会是什么？先讲一下高嘉瑜道歉，对不对？嗯。可是他脸书上那篇没有下架，六天都还在，我刚刚把他截图下来了。哦。就还在嘛，嗯，就我们如果觉得说你要道歉，你会做什么事情？第一个，你会改自己的脸书嘛？因为你讲说那个行政怠惰、行政失灵嘛，嗯，那我如果道歉，就表示我讲错啦，那我应该会第一件事情，我会把我的脸书修正，修正完之后呢，我可能还要在那个标题上面自己做个标题，或者我要把那个要写说啊这个事情我很抱歉，这才叫道歉嘛。我们先讲做人嘛，哈，做人。第二个是高嘉瑜的未来的命运，我是不看好了，我是觉得他应该会挂掉了。嗯，挂掉是什么意思？就落选了，啊。落选，因为其实很简单哦，你只要会去看高嘉瑜在2020年那场选举当选过关嘛，哈，他赢了李彦秀是7000票了。嗯，那一场呢是蔡英文写下817万的历史记录嘛？你像那个立委投票都是70%多啊，立委都投票都70%多。嗯，好，那一场里面柯P。台湾民众党没有提人，没有提人，所以高嘉瑜如果想要继续当立法员，第一件事情不是拜托民进党啊，要拜托的是，柯文哲，台湾民众不能提名。台湾民众如果在港湖区提人，以黄珊珊过去在港湖区的基础，嗯，黄珊珊什么事情都不做，还不一定要黄珊珊哦，他只要提人，黄珊珊去帮忙站台，黄珊珊什么事情都不做就20000票，就很固定。那你想想看，高嘉瑜上次赢李彦秀的票，有没有来自于这个柯P他们的票嘛？如果我们的判断是有，嗯，只要柯P提人，很错，嗯，你上次跟李彦秀几乎是 PK 的状况之下，你才赢7000票了。只要黄珊珊那20000票不出来，你怎么办？好，就算柯P对你很好啊，你看8 get 港呼台湾民众不提人。你现在最近这件事情，我跟你讲说道歉要有诚意啊，到现在为止脸书不改，深绿的盘票投了出来嘛，嗯，所以为什么吴欣岱那个事情可以吵得起来？那个心情你是到了，宁可让你落选，我都不要投你。在座在讲的这些人里面，哪一个是民进党的人？我自己无党籍的，嗯，我没有政党啊，我当然帮吴欣岱啊。我现在只要出来，我一定帮他去帮助讲一场也好啊，嗯，随便呢，啊。高嘉瑜的先天的命运是什么？就是说，你如果不是在民进党全力相挺的状况之下，还要总统候选人的那个裙摆带你一把，你怎么跟国民党 PK？ 国民党甚至下一次不用出来，不一定是要李彦秀哦，他不一定要李彦秀哦，你只要想说这个局，就高嘉瑜然后自己发神经。你可以把这个超收这个超增的这个4500亿的事情啊，你可以炒那么久，嗯，你炒这个有什么意义？你炒这个有什么意义？你是抚慰了这个去年选举之后民进党基层支持者的心灵吗？这时候你其实要作为一个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你是要去安慰啊，安慰基层的心理啊，因为今年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明年的现在。大概再隔个一两三天，立委就要投票了。你这个时候没有给温暖，人家到时候怎么会给你温暖？你还自己煽风点火，我也没看过这种选举的，啊。嗯，可是对高嘉瑜来讲，撇开他跟民进党到底算不算民进党，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嗯，我觉得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加入台湾民众党了。他跟柯P比较像嘛，他就变来变去的，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讲他，就是。执政党的立法委员也要监督执政党，但是呢，你所有的发言跟质疑，苏贞昌内阁当然可以质疑啊。你这个时候就要依据要很清楚，你不要搞错，啊。嗯，因为刚刚讲到黄世坚，
我忍不住要讲一件事情，因为从高宏安到王世坚，我都在笑一件事情。所有的公家机关的工程的发包跟那个付款，它是有一定的规矩，按照工程进度逐笔逐笔付的。嗯，高宏安第一次当市长，他搞错就算了。王世坚，你当了那么久的市议员。我不客气的讲，不是，我觉得王世坚他必须要做的事情，不是哈跨几人呀，谁请的假，他可以去问啊，去求证啊。这都是卖供，对哦，这是一个 A B C， 公家机关所有公共工程的发包，你如果你连按工期付款这件事情都搞不清楚，你才会去讲出那个话。嗯，啊，当然他更会让民进党的支持者更受不了，说收押，收押都出来了。你觉得他像民进党的吗？我跟你讲，就算明贤哥也不会讲说哦，林志坚该压的不是吗？你会讲这种话吗？你嘛是一分正骨讲一款话嘛，不是吗？对不？我您多里来用比较会从包括苦林老师，当然是从原文人的角度，很多都是比较从民党的角度去看高嘉瑜。可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欸，我要盖港双窟呀。嗯，我看的其实我比较不一样了。像我的话，因为。是啊，当然吴欣岱有他的实力。吴欣岱从上礼拜六日他在跑市场，我遇过他了，他也开始在发春联，而且他的工作他已经从屏东蜀立院迁到康宁三内湖哦，所以已经有被拼。不过高嘉瑜在基层，虽然刚刚东豪哥不看好他会连任，可是高嘉瑜老讲啊。他有他的优点跟他的魅力啦。我要先讲吼，因为我们要分析他的，比方说选民啊、支持度啊，之前啊吼，试想啊吼，如果是国民党的同志，可是呢，他讲的都是这种话，好，然后在你们正要发消费券的时候，给你补一刀，对吧？有当时啊，会用批评啊，不过话卖讲啊较咸呐，就是说民众希望早一点发，早一点拿到啊，钱当然越多越好，这是心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概基本心啊，大概不行啊，不过行政院当然有他的流程。所以我觉得高嘉瑜当然是第一个，他想 抓住一个民众的一个希望，一个奢求嘛。第二个，透过这个炮打。老蒋炮打行政院的过程中，也可以累积他的声量啊，这也是一个事实。我插一句话，我觉得高嘉瑜干脆哈投国民党，因为国民党现在港务区没有立委嘛。你这写的他比较不行啊，这样就暴露身份了啦。他比较适合，你怎么可以暴露成这样？他比较适合当选立委。我觉得说，当然大家对高嘉瑜不同的评价，我跟他不同党派啦。因为我高嘉瑜绝对是那个壁垒分明，我们绝对是那个水火不同源。可是，在基层选民对他的评价，绿的一定对他深恶痛绝，改每个叫天下美。阿哥，真正是他在基层还是有他的优势在啦。我不否认他有这个东西，因为他可以从市议员一路过关斩将上来。我说我只做一个很简单的数学啦，吴欣岱如果初选不参选，他也不跟你，他是台湾基进党，他干嘛要跟民进党搞初选？他如果他都就独立参选，他能不能拿一万票？一定可以啊，市议员都拿一万票。他如果拿一万票以上，高嘉瑜凭什么当选？要搞不好高嘉瑜有同情票，我觉得国民党的投给他。我觉得这个重点不是立场问题，是人格问题。现在高嘉瑜是整个人设都崩毁了，这样，因为我们什么事可以不恨，什么事可以恨，但是大家最恨的是背叛，是出卖，这我就是最好的例子嘛。所以他这一点会被人家诟病，这才是他的致命伤。如果他继续这样只道歉不改过，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你到时候会两面不是人呐。现在蓝的热的看好戏，高嘉瑜看的好，对啊，明贤哥今天觉得录影好轻松哦。对，我投给明贤哥，讲什么都不对吧？好，来吼，朗东是代代战队的其中一个 member， 一个成员。那除了高嘉瑜之外，还有王世坚的问题吗？那本来吼，你说这个赖清德副总统，他是因为要选党主席，所以他党员的那个基层座谈，真正也麦克维啊吼，马高嘉瑜、马王世坚对这两个人，然后都觉得像是把酒来对刷啊，吼，真的是受不了。那现在不一样的是哈，这个是新竹的民进党的议员有三个人哈，包括陈建明，这个是杨林仪，还有刘康燕，他们出来哈，觉得说啊，我一个好好的五星市长，还要被你糟蹋到什么程度？他们真的是受不了了哈，所以今天在新竹市党部开了记者会，要求党中央应该要开除王世坚的党籍。然后呢，
王世坚的回应就这样了，那好啊，我引用错误的数据没有错啊，我就向侧翼、向网军、向1450以外的社会大众来道歉。那新竹市党部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喊话要开除他，他就说哦，你这么有效率的话，那你怎么不去做一些其他事情？那给了这个错误的数据，他说他会按照比例原则来做谴责。有看到吗？没看到嘛，那我请教郎东啦，你怎么样来看这两个现在在绿营里面，然后包括你为什么会挺身而出变成战队的 member？ 没错，因为现在民进党整个体质免疫力是比较虚嘛，刚大败之后，那虚的时候的是要进补啊，所以会让你补的叫做营养，那如果吃了之后反而会受伤叫病毒，所以高嘉瑜跟王世坚本身就是民进党的病毒，这必须要面对这件事情。那刚刚明贤哥啊也讲得很好，说高嘉瑜在这里边有一定的地方实力还什么，但是为了保高嘉瑜这一席立委哦，民进党接下来可能会掉十席立委啊。他现在的蓝白就很显然了，就请高嘉瑜上他们的一些亲中的一些节目，然后高嘉瑜那边啊大鸣大放啊，然后这些全部都变成网络的标题，变成是好像民进党自己都在斗，然后年轻人看到高嘉瑜的这样子的话，就觉得哇、哦，民进党都不对年轻人很不好哦，特别去欺负高嘉瑜。民进党没有特别欺负高嘉瑜，是高嘉瑜在霸凌民进党。这个是非观念要先去搞清楚。而且这个人本身先撇开了政治立场不提，就有非常多的这些道德上的问题。刚苦林老师说的好，是人格问题。第一。他自己确诊的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去怪邱志伟，哎，说是邱志伟喝咖啡让他确诊的，就邱志伟还出来厘清真相，说是高嘉瑜自己跑来跟他聊天的，而且是邱志伟的助理，早在十几天前早就已经康复回来，跟这事情完全没关系，逼着高嘉瑜去道歉。然后高嘉瑜呢，接下来呢又在讲说什么啊，宠物用药的事情，这跟政治立场也没有关系，完全在搞乌龙嘛。就弄出一个没有配套的方案，导致很多的这些哦毛小孩的这个爸妈气得要命，因为发现没有药可以用，包含他自己整天说居住正义，就发现他偷偷买了两间那个小豪宅在内湖，然后就偷偷把它卖掉，然后被质疑到那个钱哪里来啊，到底契约是什么啊，到底是不是有跟建商有关系的时候，他说哦我枕头很脏，所以说没有办法移，这边模糊焦点，这一连串起来更奇怪的事情，一个42岁的人整天在那边唱歌那么难听，自己都不知道，还在那边装成是一个小女孩一样，哇在那边唱一些走音的这些歌曲，就装成自己智商只有14岁，然后呢，用这个来代表民进党，对民进党都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更不要说王世坚呢、啊，他弄的错误是什么？是高虹安先搞错误，哎，高虹安先搞乌龙。原本的整个新竹棒球场的话，这12亿里面的话，其实目前交付的款项是9.5亿嘛，还有2.5亿还没给。但是呢，如果只就前瞻的6亿来说的话，已经呢只剩3000万。结果高虹安就把这3000万当成全部里面只剩下3000万。所以呢，就算成说什么哇，现在的尾款只有3000万呢、啊，因此是说呢，这个验收有问题，怎么会还有一堆状况底下的话，只扣3000万在手上呢？王世坚就抓着这个错误资讯，把2.5亿搞成3000万之后呢，就是说哇，这个是明世坚是草包啦、啊，应该要通常会抓着这个错误的人，我以为。会是罗志强，我以为会是罗志强，结果跳出来竟然是王志坚，是冲的比罗志强还要前面啊！你看明贤哥在这边去骂国民党好了，就也不会啊，他还是呢会帮国民党去讲讲好话，去缓和一下，走一个中立路线啊。只有王志坚或是高嘉瑜在某些特定节目上，那攻击呢这个民进党的火力比罗志强还要强啊！所以说蓝营的战神应该从罗志强、徐小新让给高嘉瑜，让给王志坚。所以我又回来看啊，我就去查了民进党的党章里面第29条就有讲到了，如果你的这个言论呢会破坏本党的名誉的话，可以有适当的这个处分。有举例了，在纪律评议的决议条例里面第22条里面也讲到一些举例，例如说呢，在党员没有在合法程序召开记者会发传单，做不实的人身攻击本党同志或本党受损的话，会停权2年以下。那我想问一下，他们现在虽然没有直接开记者会，可是透过媒体的放话，透过上特定的一些记者场青蓝的一些政论节目，大规模的放送污蔑不实的资讯，是不是符合党章里面应该要停权的这个规定？符合啊，所以我认为是说回归党章来看这件事情的话，至少先从停权起跳，先给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实际上的警告，不然又讲了半天，好像都是说哦，其实民进党要打压他们言论自由还什么。刚刚也讲到说啊，赖副总统去开很多党主席的党员见面的时候，党员都有各种不同意见，其中的意见当然也包含了希望对高嘉瑜有所处理。所以我讲到这些事情，心里面是非常的沉重的，因为我们在讨论高嘉瑜跟王世坚的时候，蓝营还在笑啊，绿营在内乱啊，绿营在那边吵，所以我们希望说不要再讨论他们了，不讨论他们最好的方式，先从停权，他们如果。
再继续上这些节目做错误的消息的话，就直接把他们做开除党籍的处分了。被安抓处理哈，相信是这个赖清德他上任党主席之后哈第一个考验了哈。不离格哈，那来逼搞起来哈，因为我觉得不能够哈。也有双标，你一个标准来嘛。那王世坚如果说他要批评，包括行政院长也好，包括批评林智坚也好，那我们要看看哈那个比较值。比方呢，前后任的新竹市长他是怎么样看的哈？那他不是在骂这个林智坚啊，说哦新竹棒球场哈在拍歹集，谁要把他揪出来哈？怎么还在秀什么监工的照片，很恶烂不是吗？哈，那什么都不懂的草包。所以这时候记者就觉得，哎，立功三面狼啊，你为什么讲骂到草包了？他说，对我。骂草包指的就是林智坚了，然后甚至他还讲到说该收押了不是吗？那我们比较看看哈，来于韶老师这边啊，有关于高虹安他不是也有助理费的争议吗？那助理费哈，前前后后到底算是60万，然后八十了200或者400没关系，重点是这里案例办啊，而且他已经是这个侦事案在侦办了。可是王世坚说什么？他说高虹安不就只是因为哈修当生啊，太小气啊，吝啬又不违法，小气也是不犯法的。北检连高虹安的老家都去搜哈，都不放过，有点太侮辱了。所以呢，他觉得哈阿丽娜被办要依照比例原则，这样你现在是护花使者吗？然后骂自己人就骂这么凶，来于韶老师怎么看？对了对了，你们都良心，我们都神经，或是呢，你们最有理念、最有价值了。那我跟东华哥不一样，我是民进党党员啊，所以我们都不知反省，或是呢不知羞耻，这就是让人家心痛仇快的地方嘛。我还是叫王世坚议员坚哥，你是六任议员，而且最好笑的地方是什么？你家做营建啊，零件啊，所以呢，你会不知道呢工程付款的相关的美感跟专业的问题吗？这就是让我觉得奇怪的地方。再来说了，如果搞不清楚事实，没有查证呢，就进行发言，这个叫做懒；如果用错资料啦，大放厥词啊，这个叫做笨。但是如果呢，基本上讲的东西呢，都跟蓝营造谣无异的话，这就叫做坏。王世坚呢，基本上犯众怒，跟高嘉瑜一样，这叫什么？又懒又笨又坏。而且问题在哪里呢？在选前哦，国民党啊，基本上为了下架民进党，从论文、从酋长、从疫苗，通通都是造谣。所以说呢，王世坚啊，你是老江湖，说高嘉瑜啊，像该朗东说的，装得好傻好天真，那你就算了。难道你不知道吗？选后，待会我们来讨论什么桃园停水的问题，还有现在正夯的新竹酋长的问题，是为什么？想要毁掉民进党执政品质保证这样的形象吗？大概是晚上差不多7点前后，那个时候拿红酒、葡萄酒抿了一下，我大概是12点左右从家里出发，各位算一下哈，抿两小口的葡萄酒，过了大概5个钟头。会是酒驾吗？这个用常理判断其实非常答案非常清楚。